嗨，我是奈里，今天来讲补外套内里开缝。等一下先车肩膀，再车袖圈。现在先车肩膀。肩膀车好后，换车袖圈。袖圈中心的位置做记号。先从袖圈最上面弧度的地方开始车，车到无法车时，便停下来，把布翻出来。剩下的部分把缝缝折好，直接压线就好了。